因为在访寮经营，希望在地生根，在地发展，所以会选择在访寮弄一家那么漂亮的店。特色餐点我们是台菜新作，就我们访寮的鱼鲜海货为主，来发展出一个传统菜又一个新吃法的料理方式。我们现在最夯的一道菜是白带鱼骨藻味，现在就是外面的口碑也好，然后众人的推荐，所以这道菜是蛮有名气的一道菜。还有我们的樱花虾炒饭，我们樱花虾炒饭是纯樱花虾炒饭，不是蛋炒饭加入樱花虾，而是猎取樱花虾的香气，把它炒出锅巴的一道料理。